東に東京の地の方を東に人生東京の地の方を人前显贵人后受罪，你还记得你的台词课最后结业的作品是什么吗？肯定记得，屈原的《雷电颂》嘛。好，我们一边运动一边说词儿。来，寿司。咆哮吧，咆哮吧。行，你一起词儿，好像就要下雨。来吧，开词儿。咆哮吧，咆哮吧。尽力的咆哮吧，尽情的咆哮吧，台词跟动作一定要有机的结合起来，明白吗？看啊，咆哮吧，咆哮吧，尽情的咆哮吧。咆哮吧，咆哮吧，尽情的咆哮吧。眼睛有戏。咆哮吧，尽情的咆哮吧。好，这么练，这么练。作词，咆哮吧，咆哮。现在吗？现在，咆哮。翻过来，翻，对，翻过来，再翻，对，出词。咆哮吧，咆哮吧！对，冲天，出字，尽情的咆哮吧！记住，你现在就是将死的屈原，无力的趴在地下。你想站起来跟世界抗争，但是你无法动弹，为什么？怎么办？挣扎，开始，出字，咆哮吧，咆哮吧，尽情的。咆哮吧，这是你和世界决绝的语气吗？激情，说咆哮吧，咆哮吧，尽情的咆哮吧，翻滚！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挣扎，翻！咆哮吧，咆哮吧，激情！咆哮吧，咆哮吧，尽情的咆哮吧！好。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挣扎，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一切都睡着了，沉睡在梦里，总死去的时候，一天这应该是你咆哮的时候了，应该是你尽情咆哮的时候了。